有一次骄傲的不得了，下来会不会？哎，就不让你做了啊。有一次骄傲的不得了，那这个众生会不会把你请下来？会不会？哎，就不让你做了啊。哎，那个供桌上哦，不让你做了。所以我们了解哦，哦，了解了以后啊，了解真理以后啊，是绝对都不会啊，哦，不会有那个骄傲。告诉。